要感谢大家一整年对动力火车两位老爷的照顾之外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4月20跟4月21两天，动力火车都是因为爱世界巡回演唱会会来到高雄，而且是安口场，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呢告诉大家。那也要特别感谢联合赞助新东阳还有易游网。那大家刚刚一边在吃饭的时阵吼，配合背景音乐，我们一直播探笑咧，嘛是动力火车两位老爷跟911合作的最新单曲。等下呢，咱来邀请两位为大家来一首演唱。在台下来接盘，那很特别哦。那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拢是因为爱，拢总来买个”的现场，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尾牙来办。所以讲，现场大家，咱2024拢总大赚钱，好不好？2024大家拢健康，好不好？想说啥，咱到底欢迎动力火车上台，好不好？欢迎两位老。现场的所有那个媒体记者，还有我们的家属，哎，这，哎呦，什么家属？看到很多同事。嘉宾，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是颜志玲，我是游秋心，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没事，谢谢。怎么会没事？今天很多事情呢，就是来吃一吃，然后说好吃完回家，今天算蛮特别的，哦，在这个地方。好像我在部落结婚一样，你部落结婚流水席吗？对，很像流水席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屏东是夏天，哦，对对对，在台北是冬天，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是我们像很像主持委啊，欢迎董事长跟董事长夫人。加多少？先谢谢大家这个这么冷的天气，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记者会，谢谢大家。谢谢，哎呀，终于讲到正经的啦。那因为我们举办到这个场地，因为刚刚邱心哥有讲嘛，好像跟你的结婚很像，但也跟一个事情很像，才办在这里呀，啊，总是有原因的嘛。有，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来这里。这算是忠孝东路嘛，那我们有一首歌叫忠孝东路走九遍，这个地方算是我们有拍过的一个其中一个场景。对，谢谢你。但是有讲到 round down 上的东西，没有，突然想到，我们当然知道来这里做什么了。对，今天我们这个都是因为爱，是隆中来的尾牙，是的，对。
不是，我刚是问你说这个场地啦，这个场地是你们2001年中秀东路九九变 MV 的场地。对，你还有印象吗？这个时候我还在床上啊，他还在睡觉。没有，所以要跟华言说，下次我要办晚上，尽量不要办中午，神志有点不清楚。对，2001的时候，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翻那个 MV， 真的就是男主角走在这条路上。对，但是我后来发现，你回去仔细看。我昨天再看一次，两位其实是一直出现在那个市政府捷运站2号出口的看板，对，所以应该是要搬在市府。其实啊，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发声器而已，嘿，那长得也不怎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请男女主角来帮我们拍 MV， 通常都是这样。你看像那个都是因为爱里面的那个我很好骗，对，其实我们化妆化了3-4个小时。我们出现只有3秒而已呢，三秒，三秒，这是几秒？三秒还是2秒？真的只有3秒，2-3秒而已。2-3秒，对对对，没有那么短。我跟你讲，因为真正的巨星是你一出来讲一闪过去，大家就哇！不是导演说我们一出来就破坏画面。所以就那么怎么会这样讲呢？我很好骗的男主角是纳豆哥呢，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荧幕上面的原因也大概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巨星都是深藏不露的，总在重要时刻才会出现，所以呢，先让大家预热吃饭，然后接下来呢，董事长一起上台来跟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是。那因为我们要比照这个尾牙的气氛，这个棚子都搭起来了，然后呢，菜也都上了。那是不是我们要请董事长为我们带来一首好歌？我们吗？我们要董事长要唱歌啊！因为是通常哈，我们在主持尾牙的时候，动力火车都一定是唱那种最大场的压轴演出，大家都会蜂拥挤到前面来看的。但今天大家有福了，就直接动力火车两位现场来为我们演唱，好不好？没问题。既然说这里是这个我们拍中消东路的场景，回忆杀。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唱《中消东路走九遍》。太好了，好不好？对对，如果我真的很怕你说哇《中消东路》的场景，那我们就来唱《浪人情歌》。哇，好应景哦！应景，不是还有？其实除了《中消东路》之外，主持人忘记讲了，怎么了？对不对？还是本来就不用讲。讲什么？我们今天有带来一首新歌。有，刚刚有讲。我刚刚有一直轰炸他们，很不好意思。一边吃饭，我一直说新歌哦，探笑脸哦，911哦。就是除了唱这个《中消东路走九遍》，我们还会唱一首这个《探笑脸》。对，全宇宙首唱新歌献给大家，欢迎动力火车。谢谢。好听不？动力火车有拍不？什么？讲恁两个有香无？安尼有香无是什么意思？就是很香这样。哦，好听哎！谢谢，这是第一次唱，谢谢。这个歌词现在唱起来应该很有感觉哈。你是指想起以前的事情？因为伊迄台内底有讲，今嘛时间拢是无惊的。哦，对，其实我们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两位而已，就是我们很多自己的好朋友，对，从小一起长大到现在，就是尤其是我们原住民，大概大家都互相认识，对，在部落里面，但是因为这个为了打拼，为了赚钱，那大家去这个城市打工，那每一天这个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我们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大，对，那很多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自己的亲友离去的那个感觉，对对对，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觉的，就是叹笑脸，孤干一杯，叹泪马色，和我将你孤浪几嘞，那个感觉就是有一点点什么意思？在唱孤浪几嘞是什么意思？唱完了你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你刚刚唱的？不好意思，我都是用背的，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浪几嘞就是安尼。抱一下，我要将你浪到老，我要将你浪掉掉，我要将你浪掉掉。那个感觉，就是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那个哇，在很碰到朋友的时候，很想来抱一下，对，好久不见的那个感觉。爱的抱抱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蛮感伤的啦。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那个制作人都不用告诉我说，
情绪多一点点，对，反而跟我讲说，哎，少一点，少一点，少哦，太也没有了，太浓了，也没有说少一点了，只是说很自然就进去那个气氛里面，哦、对对对，是，所以要看到好兄弟就要浪起来，对对啊，所以两位这样看，从20刚刚中秀东路是2001哦，这首是2024哦，跨越23年，这位兄弟，这位好朋友依旧都在。是不是要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你看，害羞害羞，爱烂几类啦，很真实，很怪很怪，对对 对, 對，不会怪啊。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个性就是太难太难人了，对 对, 對，很 man 啊。可是我告诉你有一件事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失去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们也多了很多朋友。这首歌是我们跟911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是，哦、是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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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911其实是在我们。去澎湖拍一个电视哦，欢迎光临。对对对对，欢迎光临来嘉义的时候认识的几个朋友，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当中呢，这个总是特别的奇妙。对，有的父亲过世，小孩生出来，那有时候这个一直在延续下来。对，有时候我们的朋友离开，哦，有新的朋友回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当中就是这么的奇妙，来来去去，对对对，对不对？然后，但是呢，来来去去当中，唯一不变是我们一直看到动力火车持续在音乐上面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大家忙着吃饭。对，没有没有，这就是尾牙，这就是尾牙。对，没有关系。好像我们乡好像乡长在讲话，其实没有人在听。没有，大家都在吃东西。大家那个要还是要我还是要赶那个哈，嘉姐要写一下。乡长在讲话，你们在。不，乡长其实讲话都是讲三句话。哎，错嘛不那多，怎么那么干的？啊，什么 lucky， 刚是 gov lucky， 都没有人在听。啊，罗摩哥，奇话是，我在讲。哎，但是不瞒两位老爷说，我们现场还真的有里长在吃饭呢。真的真的吗？后面两桌好像有我们这附近的里的里长。里长你好，里长好，哎，里丢你好，你看这金价也挥手啊。哎，里丢要帮我们告诉这边的里哈，我们这边动力火车发新歌哦，又探笑脸哦哈。哦，多谢你，你帮我们分享不，里长 able。哎、欸，好，谢谢。里长是这里的里长还是這裡真的真的这里的里长？不是屏东的，太远了吧？吃这一餐，为了吃哦，这有多饿我就问。哦，我要问一下那个志玲哥，刚刚秋兴哥分享很多这个探笑脸的心情、啊。是，那其实我平常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这个比较回家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会跟一些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会一起聊天啊，吃就是烤肉啊，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就喝我的水，这样聊天啊，就聊一些小时候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秋兴讲的那个，我就会想到每次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跟他们约一下，然后去其中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在那里聊天啊什么什么，就会我觉得那感觉蛮。我蛮喜欢那个感觉，因为我们也是一年就那么一次见见一次面，对，大家也都变了很多这样子，对对，就是能有机会在一起见面，就是多把握那个机会跟他们一起。对，所以像现在这样能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同桌吃饭，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好的记住你对面的那个长相。啊，现在对，现在那个两位老爷爷好好记住这些哈，一直在吃饭哈，他不听他们讲话的长相。如果要打包的话，那边有塑胶袋。没有，我们都讲有油纸袋。哦，有油纸袋，那个我每次吃回去部落也是啊。对，其实第一道菜才上，哎，油纸袋在哪里？不是那个老人家就手指先插在那个鸡的肚子，要不要吃？所以要打包。对啊，你打包，你打包。哎，部落耆老，你先请，这样。奇怪，这个怎么这个鸡怎么有那个对面那个阿伯的味道？对，菜一来，对不起啊。假装跌倒的，对对，假装咳嗽，假装也明明也没，那就不敢拿了吗？那个新冠肺炎很严重嘛，对对对，这样就没有人敢吃了，就打包了。大家小心，最近那个 A 流 B 流也很严重哦，要自己做好。那个如果看到隔壁有假装咳嗽的那种，哎，先取消。对对对，换位置，换位置，换位置，或是去厨房再加码哦。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呢，那个还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啦。有跟大家聊一聊之后呢，因为我们还是有正经事要做啊。是，我们4月20跟4月21号在高雄。哇，今天最主要的这个消息就是这一个。对，对，我们这个今年4月20还有21，我们在高雄巨蛋要办演唱会，对，两天。对啊，我们这样子，我们先，不然我们先假装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先上菜，好不好？上菜。
因为我现在才翻到这一页。对不起。没有，因为我们要上爆雷了，爆雷，爆雷。对，没关系，没关系，因为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们要讲这个？对呀、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对。哦，我们假装不知道哦。哎呀，我们现在要上主赛了，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哇，哇好惊讶、哦！哇，这个主赛上来了。哇塞，都是蔬果哎。对呀、啊，好健康、啊。蔬菜、玉米。个花椰菜、番茄，对，是啊，但这不是重点哦。这样一直在讲，谁不知道啊？这个是谁不知道？这是玉米、啊，是高雄巨，这高雄巨蛋卖菜的意思吗？以前啊，有一次开菜车，有一次我跟志玲在高雄的那个高的大楼，有没有？哎，然后颜志玲说没有袜子了，我就帮忙去买，经过卖那个蔬菜的那个摊子啊，然后过去的时候他说，哎，北原山猫。北原山猫哦，对不起，来来来来，怎么会呢？好，那我们要跟大家宣布，北原山猫即将在高不是动力火车啦，动力火车即将在4月20、21号在高雄巨蛋办巡回安可演唱会，都是因为爱两场，两场哦，对，所以我们非常有压力，对，希望大家多多这个记者朋友们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啦，对对对。那我们先拍个照好吗？好。OK， 21都是因为爱动力火车巡回演唱会，高雄安口场，视线往左边，是左边，再看一下哦，左边赞，好，是野鸡蛋糕，绿蛋糕，绿蛋糕，然后这个是。然后如果还有人喊加码，我们就不理他了。不是，我们还在继续再加码，继续加下去。好，我们拿在手上好了，免得把高雄挡住这样子。好，所以呢，会到新加坡去巡回一场。那马来西亚云顶呢，是特别邀请也会到那边做一个演出。是。好，那一般我们这个也再拍一下好了。哦，可以啊。我们当成是收证，就确定你们两个一定会去，好吗？好，谢谢两位。好，我们再拍一下哦。董事长加码，我们加码到这两个城市去做一个特别的演出。那在新马地区的粉丝也有福气哦。那现在也有我们的这个 IG 脸书也都有直播，正在。好，那我们的尾牙最后还是会请董事长啊勉励啊支持一下，然后跟大家感谢一下。加油！有一次我们董事长，真的董事长，他儿子结婚，然后啊就说我们请董事长在下面啊，真的吗？没关系啊，没关系。然后那个儿子跟儿子结婚嘛。然后那个妈妈就在那边讲了一堆事啊，然后妈妈先讲话，对，妈妈有什么话要跟儿子讲，妈妈就讲，哇，跟他讲五分钟，一直哭，一直，然后，哇，哎、谢谢妈妈，谢谢妈妈，那爸爸讲个祝福的话给儿子，加油，加油。就这样，两个字而已，就结束，很简短的，对，所以大家加油 ，OK， 对，但是这个加油两个字也是千言万语的啦，是啊，那那个志玲哥呢？祝他这个龙年嘛，哦，新的一年，这个事事顺利，身体健康，龙年，他说中国龙年嘛，对啊，事事顺利，问身体健康，没有那个押韵啊，好运龙中来啊，没关系了，没有关系，都是龙中来，好了，对。不能这样嘛，龙年嘛，那祝大家事事顺利。可以啊，没有关系，我不讲求押韵，你们说什么都对，你们是巨星。现在呢，我们尾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举杯，跟大家干杯。所以现在我们要算一个叹笑脸。现在这次
我们有做一个这个周边，所以大家其实在伴手礼的那一袋里面你都会拿到。那欢迎现场的所有朋友呢，把你的酒杯给斟满哈，看你是要喝芭乐汁还是柳橙汁，还是特调的芭柳，试听一下，然后谢谢大家。新年就会隆中来，大家今年隆发财，感谢动力火车。好，我们可以先去休息，好，待会再有联防时间哦。麦克风等一下，到时候讲话稍微低一下哈，才会收得到的。可以吗？在家。好，你就你要问问题吗？这是看到这么多的记者一起来办围，我会觉得很开心、很热闹。很特别啊，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这个除了要公布我们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时间和地点之外，我们也告诉大家，我们出了这个最新的这个一首歌，叫《胖笑脸》，所以蛮开心的，就感觉就真的是尾牙的感觉啊。人生路漫漫，对，总是那么辛苦了。然后今天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开心的聚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聚集，反正就是感觉让大家快乐开心。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好像还可以，真的还可以吃饭，这样这么冷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很温暖，所以不止告诉大家好消息，也在这里跟大家聚在一起，心里面也是温暖了。我们麦克风低一点点哦，因为后面会看不到。我们太矮了。麦克风稍微低一点。好，低一点。吃尾牙就喜欢吃哪一道菜？如果过年的时候就喜欢吃什么年菜？我吃素，所以你先好了。我吗？如果是这种这么冷的天气，一定是要喝那个比较稍微热一点的汤，这样。那如果你每次在屏东吃这种流水席，都是夏天，夏天都是期待就是吃那个最后一个那个甜点冰淇淋之类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吃的其他的话就是其实都还好，如果很饿的话，就是应该是每一道都会吃的。高雄、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那有计划说进攻一下大巨蛋？交给更红的人。这个大巨蛋呢，这个真的有点困难哦。这个困难在哪里？困难在哪里？卖不完啊，我们的票。对呀、啊，当然，是，其实高雄办两场，我们都觉得蛮紧张的。其实因为大巨蛋场地实在太大，一次要卖完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当然啦、啊，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啊，因为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地点，然后可以有这么多人一起来的话，我们很少唱超过20,000个人啦，我是说各唱啊，当然都是15,000个人左右，所以如果能够超过15,000人的地方，当然是更好啦。但是突然这样一问，就觉得有点疑惑，自己可有没有能力可以办在大巨蛋？可以找九一一起办。对啊。哇，那就不够喽，这个大巨蛋可能就不够了。其实很多方法，你觉得这个方法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是要歌唱，真的是个人的话，可能蛮困难的啦。如果跟朋友一起办的话，也许是有机会。那考虑一下高雄巨蛋会找来什么样的嘉宾？因为之前其实合作过，但是没有机会上台。我们这次可能要找这个高六人哈，不是，这个高五人之前在台北，还有姐姐林俊杰，然后我们这次在高雄，当然会有嘉宾，那我们会找一样的这个 level 的人哈。对我，所以应该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对对，跟你一样，不大可能会现在讲出来了，比你更高 level 还是？应该是比我们更高，对对对对，一个人还是组那个啦，我是说那个身高了。今年尾牙是不是也唱了很多场？就算唱很少场，我们也会说唱很多场啊。高人好像唱了200场。是不会演哦，羡慕而已啦。对，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一年都有在进步，所以还是蛮高兴的啦。那当然啦、啊，人家比我们红，我们也没办法。
对，人家年轻嘛，对，年轻有本钱，然后现在的消费者歌迷们很多都年轻，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一个位置，已经很真的已经很开心了，很棒了。唱超过50场啊？50场哦，没有了，没那么多了，有没有？没有到。应该没有了，大概49场了。有啦有。在尾牙上面唱什么歌，会觉得还喜欢自己？听不清楚。他说，尾牙。他说唱什么歌很清楚了，不是很嗨。对，就那几首歌嘛，比如说大家熟，就是那几首，他忠孝东路啊，当啊，我很好骗这几首歌，大家会跟我们一起合唱。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会必唱这几首。那这次在高雄，我们会唱新歌吗？因为已经出了新歌了嘛，有这个计划吗？新歌是一定会唱了，既然、大家听到了这首歌的话，应该就是会有机会唱、哦。对，因为是新歌嘛。对，那也不一定啦，就是那到底要不要唱？对啊，到底要，反正就是准备嘛，准备阿森说要唱就唱了。还是要跳舞试看看？跳舞？对啊。那交给尤秋先啦、啊哦，他最强了。对，来跳个那个科目三。啊，没有开玩笑，没有开玩笑，我只会斗江舞而已啊。那我们最后就讲，因为这一次高雄是两场嘛，那我们有合作的很好的赞助朋友，然后这次有开卖的时间。我们这次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伙伴，就是其实已经长期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新东阳跟那个艺游网，那这次这个演唱会也是艺游网也帮我们这个做。开卖就是首先的开卖，那因为会有一些套票，然后这个也有限量，那所以谢谢艺游网，也谢谢这个新东阳这次也赞助我们，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两个很大的这个赞助商这样子。这次在高雄办这么特别啊，因为会不会邀请家人跟好友一起来共享？我们已经邀请家人还有亲友，对，部落大概有1/3的人会来。怕不会满嘛，怕不会满，所以对对对，而且分批嘛，第一天、第二天这样子，嗯，会有邀请我们的亲友们，嗯，他们会搭那个套票的那个列车下来，你看吗？哇，那很短呢，从屏东到高雄，我们从屏东到高雄，其实艺游网哈，其实它不是只有从，它可以绕一圈，全台湾绕一圈。然后你就花那个时间去玩，然后到最后就到高雄去，然后住在那边啊，就可以听我们的演唱会这样子。其实很棒的一个游玩的方式。所以也会有机会听到部落的一些特别的歌吗？部落？现在来好了啦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演唱会就是唱自己所发行过的歌曲，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对，清唱 OK 啦。如果突然临时，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临时的想法，那也就有可能，对。会担心两个人就是一直聊，然后就超时，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别人聊天。不会，因为导演会从耳机告诉我们说不要再讲喽，这样子。有时候会讲不完的，他们说不要再讲喽，这样。像志颖哥这几天就是寒流来袭，天气超冷的。你们这几天有怎么样保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呢，我们就是尽量就是。我这边一点。对，就是。人不要动哦，人不要动，因为已经都遮住脸了，大家。就是尽量就少出去了，就是因为你不得已要出去就可能要多穿一点衣服了。像我没有什么特别保暖的方式，就是。可能就会带一些暖暖包之类的，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像天气很冷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就是运动一下，流汗一下，因为这个怕自己会那个会感冒或是什么，所以会冬天的时候运动量会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就比较难流汗嘛，所以可能运动量要多一点。我有吃什么好料啊？我是好料，一定要吃那个动力火锅啦。那个动力火锅我真的有吃啊，那个蛮适合这个季节吃，对，然后那个辣的又刚刚好，然后那个素的又很好吃，所以大家可以取暖的话，对对，很适合这个时候，哇，天气又那么冷，然后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吃这个动力火锅，这么好，对，然后看动力火车演唱会，哇，这么好，啊，对，谢谢大家，谢谢。